现在是在那个八坂神社前面那一条叫做这条是什么？不是，不是啦，这条是花见小路前面，然后这一条横的这一条是什么？三条通啊。三条通吗？四条通啦。哦，四条通。四条通啊，看整条，它封街了，所以整条路都是人，然后现在都是行人，有很多外国人，包括我们两个。看整条路通通都是人，我们已经看完那个敲钟的，新年的敲钟的已经下来了，可是现在还有很多人要进去。